大家光临有心办公用品专营店，今天来让我为大家介绍这款有心的电动削笔器。首先我们拿到包装，打开包装，拿出这款削笔器，里面会有一个电源线。这款削笔器是带一个三种配置，第一种配置是直接是电池供电，在这下面我们打开，这里有装电池的地方，是装两节的7号电池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一个是 USB 线，大家可以插在电脑上面，或者是大家手电充电器、手机充电器的那个头插在上面也可以。还有第三种呢，就是这三样都带齐的，既可以电池供电，也可以 USB， 还可以电源供电。今天来让我为大家演示如何使用电源供电。首先我们插上电源，在这个削笔器的侧面有一个插孔，我们插进去，然后拿出一支铅笔，这支是断的铅笔，放进去，好，削好以后它就会自动停止，看，削得非常的整齐。然后下面这个盖子是可以打开的，这样打开这个废料我们就可以倒出来。然后怎么装上呢，就按住下面这里，这样一卡就装进去了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